大家好，这个时候小猪便宜了，去买个小猪的啊，看有对儿的，有对儿的买。哦，等家里那出来买了，就是家里买了。人家都说那猪可便宜了，再买一个。人家都说可便宜了，一看看有对儿了，都买一个。啊，走，咱一块儿去。嗯。小猪多少钱？日本。啊？日本。日本一个。嗯。伢不是都卖167年这收呢？不是。这个是你的，这个。啊，那个。这个看着这个是一窝，这个看着这个是一我看你啊，这俩是工地是？哎，这都把这俩牛都是。那乡亲呢？你把你这牛的也宰了？不是这个乡亲的，这支持他，少这么老乡的，啊，对。你把那丢的他这个篓啊拿回去，丢篓拿回去的，拿回去他。要不你，我拿不得，我们家里拿着。这电往那一抬得了。啊，就是。抬上了，回去留上了，把这弄水。啊。哦。哎，俩小猪啊，香甜的。来来。就这种儿吧。哦。直接抬在这个车上面来了。把他这个篓抬上去了。来，那米人儿，来来，你给我抬上来。不是，这两个活儿我做的比较大。啊？不是，我这大姐姐从年从年就进去的，连俺这后边都没连人高手，都是一脚的。来，楼上老回去了，给你钱。哦，俺走了啊！行，慢点，姨。来了，正好碰见乡亲买俩，挺好。这准保险，这小猪哎。这个伢这好物事。哦，这种小猪伢是便宜啊。买俩花200多块的。奶奶，你看这小猪，老的。哎呀，买俩嘞。
我说那两万一富贵，那两万我说两万，连这都是吃跳，他们涨快，是，那就是，我喂俩在这涨也快，我俩老他挺好吃还，感觉跟俩老喂俩大肥猪。你奶奶喂猪给俺是真花钱。哦，喂俩老在体贴喂过年都是没事，喂俩大猪过年老啥了，就吃肉了，是呗？那就是。哦。嗯，俩这猪便宜点，这种猪。啊，对不对？这俩猪多少钱？俩猪，你说你猜猜俩猪多少钱？一个猪不得200块的呀？慌了。俩猪花。这俩猪才600块。260块的俩。俩猪260。哎呀，这小猪这我这见出来是。哦。是啊，你在这地上买俩挺好，你去俺舅那牛俩，你还不要钱，咱不能不能光占便宜是呗？俺不能白喂猪。哦，不能白喂猪，你还不容易？喂猪白喂猪不划算。不行，你去那牛了，你还不要钱，那不能是呗？再喂俩了，再过年杀了是呗？对，不能光娘家给咱肉了，再喂吧，肉猪便宜了。那不嘞，别家地里有一脚，不嘞，是嘞，咱那谁有一脚嘞？这时候喂俩了是呗？过年了咱能杀肉了，体贴准备好是奶奶。啊，确实，还有五个月的。哦。五个月。你奶奶，你还喂猪？伢媳妇儿给我喂猪，可真伢媳妇儿。放着不是嘞，叫我往那瞄。没有你弟弟弄俩狗长。啊。我家牛可不多了。行。我家这老大来了。这个，哦，这个胖的，这老，可不行。这个胖的有十七八斤了。哦，你看这屁股大。人家说猪便宜了，俺不能家吃硬面，家说吃硬面吃光光，家说。别好好喂呀吧。俺腿不错，这个还，对了，啊，装嘛猪串啊，把猪串一会儿了吧，拉个猪串用啊，一会儿整个猪串，这里头有个猪串好嘞，是啊，小鱼叫白呢，啊，一会儿了吧，整个，把小猪串拿去，可不累，哎，养挺好，哎，你个挺粗，可累，真的喂吧喂了，干过年杀俩大肥猪，就是，嗯。啊，一会儿那叫啥？像那个猪串儿，那个猪串儿，你看。